这伴侣，这个伴侣啦，伴侣呀，好来，接下来安排咱的王桂美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啦。桂姐姐啦，阿妹来，泡泡，最爱的伴侣，这个歌我唱嘛好，好来。主持人好，好，全大的好朋友们大家好，美丽家族的好朋友们大家好，五哥，瑜伽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。伴侣，好啦，桂美的演唱。
这首歌是谁唱的？熟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廖淑君啊，廖淑君是昆城老师做的歌。哦，昆城啊，写的歌嘛，我听有知啊。咱平常有人问这个郭本硕真厉害，伊写真侪歌，但是所有的歌，伊这条歌写到上好。哎、欸，刚才你讲的这句，刚才前几天有听到。唱的人。哦，唱的人。唱的人。好。唱的人，咱郭美姐唱的上好。哦，哎呦。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我不会骗你的。謝謝我这个人不会说，说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人。对了对了，你就是这样。我很坦白，怎么我就这样、啊？我很坦白。我觉得你每次说的话都一样嘞。我刚刚无啥讲，从开始所有下的歌，这条歌上有水准。真的哦。真的。那后一首刚刚嘛是那个昆城歌的歌哦。也是真的要紧。哎呀，我带条看嘛的。没有，那那歌本上，我今麦请真多歌，咱只爱爸爸妈妈在唱歌，袂歹啦。其实歌是安尼啦，听久过，干嘛袂歹听？听久好听。第一次唱这种歌吗？对。哦，依你的水准，不可能唱这种歌嘛。喂。不要这么说。不是咱桂梅姐也歌不哪个真好唱啊？对啦。对啊，我很少看到唱这种歌。对啊，我们在调味猛用这条歌上行，对啊，无咱唔知这条歌是昆城啊唱的歌，是不是安尼哦？无咱平常时像那桂梅台，比如以观众来讲，伊啊，那伊来讲，桂梅姐当属她唱歌也是在家的台南界说的，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嗯，不简单，伊唱歌真在。谢谢夸奖。是我懂的是，伊唱歌比人好听，但因歌因人唱歌袂晓活络啊，那是啊，因人唔老来无。哎呀！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桂梅姐的演唱。我现在两个喜欢唱歌最好，谢谢你，我们桂梅姐。